每段故事都有一笔情，每段爱情都有一些，我高八度好了。你的真情在这里前进，一起为结成的越着迷，越单纯越着迷。Let's go， 差不多要回家了。哇，这个越来越滑了哈。哎。有哪一个通灵的时间又来了，好玩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跟你说歌名有29，二十九，二十九个字也太长了。好，露露的表演，预备 ，Action！ 什么东西的？哎呦，啊？哇，好多戏哦！天哪，这个这个猜得出来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再一次哦，哎 ，OK 啊，丢上去。接到哎，接到是，哎，怎样？很开心，收到了。哇，我知道了，开心，我知道，只有那首歌《婚礼祝福》，那是婚礼的祝福。公主头发，头发很长，一直在摸头发。我知道婚纱，婚纱，头纱，头纱，哦，头纱，头纱，头纱，他就所以捧花头纱，没有这首歌，有这首歌吗？甩头纱，直观的答案，头发甩。花怎么样？花怎么样？花花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花谢。哈，花怎么样？花对对对对，然后他这样这样，两个一起表演。花若离枝，掀开头花纱，掀起你的盖头来。月圆，王心凌的歌，花花怎么样？四个字，花花的嫁纱。恭喜答对，不会啦。北人那么辛苦。花的嫁纱嘛，苹果的嫁衣的片头曲啦啊。哎呦 ，OK， 好，下面一题，请转盘 ，Let's go。这个很好玩的。说不要再比了啦。主持人唱给我们听。啊，这可以。好，来了。好，听主歌20秒，预备，请出题。为你爱。哎。黄灯辉哥吗？同时，我们看一下鹰眼，我要挑战鹰眼，三一嘛，没有，有没有嘛？为什么？到底有没有？对，到底有没有？反正真的有讲有没有吗？对你到底有没有跟他发生过关系？到底有没有？他最会，他喜欢问这一句，有没有？分手擂台哦。灯辉哥挑战成功，我刚好看康秀邦，康秀一起来演唱康秀邦。所以现在大伦哥跟和美，哦，就两个 PK， 哇哦，好，主持人唱给我们听，哦，就你们两个 PK， 好，对，好，哇靠，谦哥没听过，没听过就对了，来来来，没听过，31题，31题哈，我们来放一下哈，来哦，没听过就对了哈，来，请唱，每段故事都有一笔情。每段爱情都有一些，我高八度好了。你的真情在这里前进，一起为结成的越着迷，越单纯越着迷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每段故事都有一剧情，每段爱情都像在遇见。有哇，好，看起来好笨哇，好可怜的画面哦，心酸老人画面。我知道，令人鼻酸，令人鼻酸。范玮琪是非题，恭喜答对。哎，好可爱哦！有一段超标准的，其实一开始就很清楚，很标准，宪哥唱得很好哎。